不在这求和他才得行呢。哎呀，太巴适了。嗯，这声音多的鱼儿都听啊，这声线是多么的迷人。哎呀，这个小脸蛋，哎呀，多么的白皙饱满，简直让我无法不能自拔呀！不行，我必须要把你拿下。啊，他该不会是在外头有女人了吧？哇，中军啊中军，你才是海边盖房子的是浪到了家，癞蛤蟆靠青蛙，穿得不花耍得花，你借了房子盖盖放风灯，只顾风流不顾家，你立即给我里头之办悬崖勒马。你们家里有盖个这么优秀的老妞，你还惦记外面的女人，你简直就是十足的人渣，爬耳朵见的耻辱。大哥啊，我是你老乡，你这样子来骂我，证据确凿你还不承认，你再不回头是岸，我就给你们站根看。是块表啊，没有，我还以为是那个美女的。高铁的，高铁的同志啊，你把我当成啥子人了？莫会莫会，中间的，我突然想起还有啥子事情，我先走了，我走了，哎，走了。送他一块表，走个后门。但是我没得这么多钱的嘛。这个表呢？这都几点了？你明儿清早吧，下班了。老板，房贷交了嗦，车贷交了嗦，给老婆买宝贝的钱挣够了嗦，娃儿的辅导费交了吗？妈老汉的养老金存够了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您甭说了，您看看有什么喜欢的。退了噻，这块，那个。爷爷您有眼光，这块表您戴着倍儿有面，颜值气质都满分。哎，这个不是我戴，我是买来送人。送人没问题啊，拿出去也有面，男女都能戴。这个我也不晓得人家肯不肯收啊。那还不好办，我跟您说呀，您叫一快递啊，送过去，他不收也得收。他收完了以后戴手上了，您再告诉他这是您送的，他还能还您不是？老板，你这个套路可以，这招要得。干这么多年了，这都小事儿，就买这块给我包起。哎呀，
这个才快哦！啊，你看我昨天下单，今天就到货了。哎，你感觉怎么样嘛？巴适的很，啊，这个看着跟资格有啥区别吗？我说啊，他们这家的货完全可以以假乱真。是吧？钱呢，时间我也买得一捆，去相亲用。嗯，排面打得之高。嗯，你想嘛，几十块东西。 那真凭钱多，肯定花得着噻。是噻，总经理，我觉得这个表啊特别适合你们这种已经婚生子。哪个？钱被控制住了噻。哎，非懂人家你。哎，这个事情，要帮保密哦，面子挂不住的。懂得起。晓得噻。哎呦，嗯。哈哈哈哈哈，总经理。 你这个表，哦，哎，给你的气质太大了。哦，我也这么认为的。看他这个样子，是接受了，这一下事情就好办了。哎，他一直盯着我的手表看，未必然，哎，他发现啥子没对了。高亮，嗯，你二哥你说呢？哎，带着兄弟伙去巡逻噻。 哦，对对，行了行了，这没得事情做吗？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兄弟，哎呀。 你咋个瞧有你的？把我吓一跳，考那么嘛。周经理，这回手表可不可以？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就好。这个表是我买的。钟经理，钟表哥，你就借点钱给我嘛。哎，何子，你要钱的咋子呢？你不管嘛。 表哥，哎呀，你不要以为你表嫂一天给我好多钱，我真的没得钱。啊。你真的不借哦？那你就不要怪我。那我就把你藏私房钱拿给美女刷火箭，给初恋情人送水果的事情都跟我表嫂说。哎呀，男人何必为难男人嘛？啊？哎，哥，我真的是没得钱啊。你少来。 我上次找你借，你又没得，那你一转身买这么贵一块表，你哪来的钱呢？我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是我在网上花几十块买的歪的，哎呀！啊！你少哄我了，这块表嘛，一看就是真的嘛。这真的是假的啊？我不信，那我出一百块，你把它卖给我。你不要后悔哦。不行，为啥子啊？因为。 因为我愿意花100、150块钱买这块手表，你看，连高队长都愿意买这块表，说明他肯定是真的噻。我出200、300、500。赵队长，我才不信了！你愿意花那么多钱买个假的啊？猴子，这个手表它真的是假的，你千万不要买。我是因为真心喜欢了。哎，管它真的假的，有句俗话说的好噻，千金难买心头好。嗯，那行吧。 那你扔你喜欢，1000块钱我把它让给你。好，1000块钱，给钱。表哥，1000块钱这个表帮你卖了，刚好你有钱了哈，就借给我了哈，谢谢了哈。哎，何子，还这回话。 啥情况？你咋花1000块买个假表？我也想晓得究竟是啥子情况？我咋又花1000块钱买自己的手表？总经理，这块手表真的？啊，理解理解啊，花那么多钱买个假表，不骗下自己，咋个的价钱嘛？啊，其实这个表是我买的送的。钟钟，你，哎，你是不是有钱了啊？买了块表？没有啊，那人家买的。 一，二，哎，我交了，哎呀，我自己花了几十块钱，私房钱，我到网上去买了一块歪表。
本来想带去耍一下的，当时我买了过后，我就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立马改过自新，我就把这个表卖给了需要这个表的人。嗯。嗯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再说一遍。是是是。哎呦。咋个办？管他呢，就用这个办法。就是你的，哼，想要瘦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哎呀，老婆，生日快乐！那当然，老婆快打起来。哎，高铁亮，嗯，我咋觉得这个表那么大呢？这么像 S 呢？哎呀，你看你不懂，现在流行男友风的嘛，哦，不懂了吧？是不是？看到没有？还是这款贵的表才符合你的气质，戴起来光彩照人。贵？好多钱哦？本来我只有1000块钱的，但是那些表戴在你手上太掉价了，所以我一咬牙一跺脚，就买了这块2000多的。哎，这块表这么贵啊，你们太舍得了嘛。老婆，只要你喜欢，钱来身外之物，大不了我半年不要零花钱，这段时间不抽烟不喝就不跟朋友聚会，天天在家啃馒头喝稀饭，也要省出钱来让你高兴高兴。哎呀，哪存在嘛，1000多块钱我给你包了。真的啊，老婆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爱你。打个朋友圈。我太有才了。是啥子？啥子啥子？哎，咋个又来一块手表哦？哎，你问我还想问你呢？你个死忠忠，你到底抢了多少次房钱，买了多少表？我就只买了一块手表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你数到100，我都只买了一块手表。哎，你不要指不要指，那个手表已经卖给需要手表的人了嘛？这儿又来一个，嘿，对不对？是商家发错了。多发一个给我。高铁，高铁，你给我出来！老婆，你咋子了？说。嗯。这个表咋回事？嗯。这个表咋子了？多好的哒，戴在你身上真漂亮。哼，多好的搞。对对对。老婆，你发朋友圈咋子嘛？哼，不发朋友圈，我咋晓得这一块表真的才1000多呢？不发朋友圈，该哥咋会跟我说这块假表只要几十块钱？耶，高铁亮，你花1000买个这个假表，你硬是脑壳遭进水了，遭门夹了哇？跟我说清楚，这个表到底咋回事？好，我说，走！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有好大的脑壳，你戴好大的帽子，不好办的事情就不要冲老大。看，损失这么多，还给我把鬼进出来！哎，哥，你又在健身啦？手指又不在打蚊子嗦？哎，对，我身都不见了，我来喷洒哈。哎呀哥，我天天弄你耍去，我心头好慌哦。我工作的我是不好整的哟。对了，妈娃儿，正好你们哥有事情要跟你说。又来啊？这次就必须说清楚噻。
这个猫儿，这个事情他哥，这个事情他也不是办不到，快了，正在协调当中啊。喂，总经理啊，啊，哦，好嘞，哎，要得要得，谢谢了哈，猫儿，搞定，明天就上班。真的啊，哎，太好了，我马上给我妈打电话，把那个好消息跟她说一下。要得。哎呦，高铁亮，我觉得你现在扯谎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我看你明天咋个收场，咋个演。哎，老婆，哎，我没有演戏，是真的。刚才钟儿打电话说，说那个猴子在网上认识了个妹妹，他正准备辞职去奔县，他之所以跟钟儿借钱，就是为了买动车票。我幸好花1000块钱买回了我的表，才让他借到了车票钱。哎，说起来，一切都是有因果的噻。好人一生平安，你说对不对？虽然过程比较曲折，但结果是好的噻。老婆，你就不要生我气了嘛。哼，这次算你运气好，以后少给我摊点这些事情哈。再摊这些事情，你就给我滚。遵命。这个猫儿当了保安以后，他就可以住那个集体宿舍了。对啊。这个呢，确实是个好消息，他不用住到我们屋头。老婆，这下你是不是可以原谅我了哇？哼，按起走噻。哦，好好，按起走，按起走，轻点。你好，请问需要我帮忙吗？新来的哇。嗯。你帮我把这儿签成就是了。好。哎，对了对了，金丝小伙儿，谢谢了哈。哎，好，拜拜。再见。
哎，这。哎，高队长，猫儿，你们这是在干啥子啊？哦，我们在这个练习舞狮。哦，哎，你们这到底做的像啊？暂时保密，保密。你们练习这个做啥子啊？啊？哦，这个练或者表演好用噻。哎。哦，有创意，有创意。高队长，真的没想到你这个创意多新颖的。哎，你就下来给我也教一下。啊？哦，好，没得问题。我们多练习熟悉点了再教你。好。啊，要得要得要得。猫儿，走，我们接着练。走。我们学好了，回头再教你。哎，加油！哎呀！我抬不起了。啥子？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抬出去了。那你等我歇一下嘛。歇一下？你未必能想着你保安生涯中有五年了啊？这，那快点抬。你大不大力哟？你们两个做啥子？想偷我的被单？啊不，阿姨，我们是想给你抬到个太阳爬去晒，干得快些。就是。鬼晓得你们在咋子？不经我的同意乱拿我的东西，我要投诉你们！真是给我整这虚张，还要捅鸡血。哦豁，上班第一天就遭投诉，你咋个干起来的？钟经理，今天这个事情呢，纯属意外。你放心，我敢担保，猫儿以后肯定会好好工作的啊。你担保？嗯。你担保哪个你？啊，高铁亮，我还没说你的，你一样的也有投诉。你堂堂一个队长，自己都管不好自己，咋去管人家？哎，周经理，相信我们会将功补过啊，就看我们接下来的表现哈。别恶心，周经理，下班时间到了，我好像听到盖盖在喊你一样。没听到呢？我也没听到啊。那好，下午为例哈。谢谢周经理，谢谢周经理。Yeah.